然后在上次黑客松的时候，就是 Jacqueline 蔡玉林政委来提了一个离台湾的案子，然后他是以居林地的参与者身份提的，所以我们大家参与的人都没有拿自测绘的钱，这是要先讲清楚的一件事情。OK， 这就不是一个委外案。那所以离台湾到底是干嘛的呢？这个他一开始提案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他有一些这个虚拟世界法规调试的事情，希望能够用公民审议、网络审议的方法做，可是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做，所以我们那一天就在那个会议室里面用白板画的各种各样的做法。所以到现在呢，就是从2月1号到2月28号是所有第一阶段，就是每个提案的部会把它经过自测会客发所有朋友变成编辑群，然后变成一个小字典，然后呢大家可以留言讨论，然后我们有一群这个可爱的版主，然后会在里面试着把建设性留言留下来，然后剩下来变成工作组。那这其实有点像一个群众募资，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在这边，有讨论话题啊，讨论这个之类的。那一开始是比较无聊的，因为我们想要练，把这个状况练好，所以就是这个网络交易课税啊、群众募资啊，跟稍微比较有趣的闭锁型公司。可是事实上接下来3月1号要上线进入第一阶段的，像远距教育、电传劳动、远距健康照护、开放资料到底什么时候要收费、什么时候不要、网络消保跟个人资料利用与去识别化，几乎每一个都是跟我们就是居林之前在做的案子有关系的，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上来讨论。那在技术上，我们上次做的基本上就是把 Gbook 然后串上 Discourse， 技术没有什么嘛。那但是这个嘉华说得很好，技术者背后不会也不应该是有技术，技术背后他追求的价值。我们上一次讨论的时候的一个基本价值就是说，这是应该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就让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不管是高墙这边的鸡蛋还是高墙那一边的鸡蛋，都可以在一个透明的墙里面去讨论这样子。然后我们有版主去促发大家能够实际上做出生意的东西。那嘉华又说，我们要的不是开放审议的技术而已，而是要打开政府背后优势权力者的黑箱决策。那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要说服行政院实际上的讨论各部会愿意在他们办公听会之前就把东西放出来，所以我们就有工作组的这个制度跟建议的规格书的制度，那这个在黑客上面都有。然后最后是要建立一个审议民主的精神跟态度，所以我们有实际的草案协作跟逐条审议。那我们很高兴说，就是像做闭锁性公司法的副教授，他跟他的团队已经愿意把 CC 摆出来，所以去这个 GitHub 上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实际的 source 档以及每一个部分的说明。那我们今天想要争的人呢，包含就是负责帮忙我们图解流程画起来的，把草案对照表就是以前的 BuildLab.io 实际把它做出来的，然后把视觉主题稍微设定一下，因为这个只能做不去开曼那个部分，不能做后来是为生活的部分。然后呢，之前宇昌有写内嵌脸书跟 PTT， 希望懂 Ruby 的人无备去把它放到 Discourse OneBox， 把它 merge 回上游去，然后简化系统建制，让别人都可以用，以及广宣跟文案，还有就是熟悉审议民主的人帮我们建立实体的工作组的审议规则。然后最后几秒钟 ，One more thing。同样的这样一份系统之后会在刚组的某一个党去做某一些审议这样子，所以也很希望就关心这个党的人来帮忙，谢谢，拜拜。